又吃汉堡包？你说呢？哎，对面餐馆的福建面，想到都流口水了。是啊，每天吃那么油腻的食物，小心营养不均衡啊。人体机能需要在一个营养均衡以及稳定的酸碱环境之下才可以正常操作的，因此一定要保持均衡，而不应该偏食。然而由于大多数人的饮食都偏向酸性，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种习惯所带来的问题吧。酸性食物包括肉类、蛋、白饭、面类以及比较油腻的食物等。吃过量以上的食品，久而久之会导致营养失衡，体质偏向酸性，继而出现容易疲累以及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健康症状。但我很喜欢吃肉，很难改变的。我也做不到，所以我吃有机蓝藻。有机蓝藻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碱性食物的比例应该高过于酸性食物，才能够达到身体酸碱平衡。碱性食物主要源自于蔬果，而我们每天必须摄取7至11种新鲜蔬果才足够。在现代人忙碌的生活里，又有多少人可以轻松做到呢？不过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备受信赖、经过实验而且获得国际认同的蓝藻作为我们的营养补助品。究竟蓝藻是什么呢？蓝藻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生物之一，存在于地球已超过35亿年。蓝藻拥有超过60种天然均衡营养素，可谓是健康的最佳良伴。吃午餐了，走吧。想吃什么呢？我请客。这么好，什么都可以，最重要是健康，还有营养均衡。爱康蓝藻100%有机生产，拥有科学研究及试验，更荣获国际各大荣誉，是个备受信赖的优质品牌。